那我想我 before 我们开始，我想先送你们一个 game 好不好？这我开发的一个软体，因为我自己是台大资讯第一届的哈，是玩那个王院长两届。这个 game 叫做 Verse Rain， 有人听过吗？听过？有人下载过吗？这个 game 你们现在有手机或者有 iPad， 你们如果有那个网站，你们可以拿出来哈。就叫 Verse Rain， V E R S E， 你们可以写下来，或者你们现在下载也可以哈。Verse Rain， 好，那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啊啊，好，这边有笔吗？啊，对，好的，那我今天就用这个给你们写好了，叫做 V E R S E R A I N， 啊，那这个是一个 app 哈，那它也有一个网站叫做 verserain.com 啊，那这个我就稍微弄给你们看这个。game 怎么个玩法哈？如果你们是读中文的圣经哈，你就按它这里呢，这个你们可以用这个学世界各国语言哈，全世界语言几乎都在这里面了啊。我自己用这个呢学希伯来文啊，那我也懂一点俄文哈，因为我去年也去俄国，去那个科尔基斯坦宣教，然后呢也把这个也带到那边去啊。那我们的宣教的一些内在生活的课程，他们也翻译成俄文，还翻译成这个克尔基斯坦的文哈。所以我用这个呢学了很多的语言哈。我现在就弄给你们看这怎么玩哈。像我现在呢，我弄啊约翰福音啊太初有道哈，那他就会念出声音来。啊，然后哎对对对，好就这个哈。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呢，你就按说哈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你就按一下哈。那如果你按错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按错了它就会闪一下，闪一下就说绿的是对的，看到没有？那你就按这个道就是神哈，这样。那这个的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跟别人一起玩，你可以把你自己可以放经文上去，然后呢就可以邀请别人说跟我跟你挑战，看我们谁背的比较熟啊。那这个经文它有分层次的哈，所以呢像刚刚这个太初有道，这个是简单的，那你也可以有到这个比较难的哈，像我可以说高难度约翰福音17章三至五认识真神节，那你看它分得很细了哈，所以呢这个难度就很高了，如果你没有背的话你基本上你玩不了的哈，对不对？所以17章的话呢就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这样你就可以这样玩的。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你也可以按一下哈、啊。你们有人已经 download 了，就可以玩玩看哈。那你们自己也可以上载，你们可以上载你们的经文，而且用全世界的语言啊。像我这里呢，我就可以给你们看哈、啊，我自己学希伯来文啊。而且他会讲很多语言啊。全世界语言这个大概 iPad 现在目前可以讲30几种语言啊，像我这个我看哈 Genesis 创世纪一章一节 Genesis 哈 One 啊，有多少人会学讲希伯来文的？有没有有学过的？没有，有几位哈？好啊 Bereshit Bara 起初神啊，所以你就可以自己一面讲，自己就一面玩。Barashi Bara 哈 ，Elohim 啊 ，At Hashemayim 啊 ，Be 哈那个 Be At Haeres 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你不是很熟，你多按，你按它，它就一直念给你听。Be At Haeres 哈 ，Haeres 那就是对，这样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是不是很好玩啦、啊？啊，而且你们可以在这个你们的教会里面。鼓励不管是大人小孩，我们教会呢，每一年我们都办这个叫做背圣经比赛，啊，最小的3岁的小孩就参加比赛了，年纪最大的有92岁的也参加比赛，3岁到92岁，所以你基本上你没有借口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不会背圣经啊，啊，90几岁的还得冠军呢、啊，啊，所以请大家去推广，完全免费的，啊，我找了一个弟兄。他是这个是 Caltech 毕业的啊，我把我的构想讲给他听，那我自己也是学电脑的，所以呢他就开发，我就帮他做测试啊，把这 idea 给他啊，这个现在已经是传到世界各地了。
好，那这里呢有这个 leaderboard， leaderboard 就是你的成绩哈，所以你看得到就是说多少人现在在玩的、你看到这里没有，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到 recent score， 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多少人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在玩哪些经文，用哪些语言在玩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来大家来挑战，这样好吗？好，今天就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啊，希望你们回去都能够来使用啊，真的是神的话语一定要记在心上，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说啊，神的话语啊在我手机上或者在圣经里，可是你找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要记在心上嘛哈、约书亚不是讲，约书亚记里不是讲，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要放在我的额头上，要戴在身上哈，我到以色列去，他们都怎么样，门上都有经文，都要按着经文这样。当然不是一个形式，这是真的，你要把它背在心里面啊，记下来，神的话语有能力的啊。我曾经有一次我去教会有这个，以前我在德州了哈，有人他们就被鬼附的哈，我去赶鬼，你知道哇，那个鬼还会说话，他借着那个人说，你有神的话吗？你凭什么赶我？你有神的话吗？哦，感谢神，那天我刚好里面有背到神的话哈，我说有啊，我就拿这个神的话哈，这个神的话语哈，可以践踏这个蛇和蝎子，你给我奉耶稣的名给我出去哈，哎，我就宣告神的话语啊，那鬼真的就出去了。呀，很有能力的，你们一定要相信，好吗？好，好，那我就问问大家啊，你们既然都是在这边念神学的，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吗？这几天是什么节气啊？有没有晓得？祝棚节啊，有人说大选，祝棚节啊，很好，祝棚节哈、啊，多少人晓得这个旧约的一些节日啊？有多少节日？哎，七个，能够说得出来哪七个吗？啊，很好，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哎，除教节，很好。第三个是什么节？逾越节、除教节，第三个叫做初熟节。然后第四个就是五旬节，再来是什么？我们最近这从十月开始，十月二号就是叫做吹角节。啊，也是叫做犹太新年，啊，也叫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啊，那是叫做吹角节哈、啊，这个然后呢，吹角节开始之后呢，就连续十天啊，然后就进入最十天之后进入什么节？叫做赎罪日，啊，赎罪日，然后赎罪日完了以后，今天就是到应该是到明天傍晚开始进入的哈，就叫做祝棚节。好，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好像是听起来是像旧约的节日，是不是？我们需不需要来守这些旧约的日子啊？要不要守？不用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哈，圣经上没有讲说这些节日是叫做犹太人的节日，这些节日叫做耶和华的节期，这叫做耶和华的节期。好，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们，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大概告诉你们一下哈，从这个叫做逾越节哈，逾越节，然后到什么除酵节，对不对？孝是这样写吗？孝是这样哈，对不对？除孝节哈，然后呢，初熟节，好，然后呢，再来中间有一个叫做五旬节，对不对？然后呢，就到了吹角节，然后到了赎罪日，然后再来祝棚。到底这些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哈？这些都是影儿 ，OK， 都是影儿。但是谁是实体？耶稣是实体。耶稣有没有 fulfill 这些？啊，我们来看看哈，耶稣怎么 fulfill 哈？
除酵节呢，他们是在这个神跟他们讲说，这是每一年他们要你们要定这一年为正月 ，OK？ 啊，事实上是我们这边差不多四月左右哈，对不对？逾越节，谁是逾越节的羔羊啊？犹太人他们有没有杀羔羊？有哈，杀羔羊。但是耶稣自己 fulfill， 他完成了，他成为那个羔羊。你们知道那个逾越节，耶稣是几点钟被挂上去的？早上九点钟，他被挂到十字架上。他是清晨早，清晨九点钟，耶稣清晨九点钟被挂上去。他到下午三点钟断气，啊，那么在逾越节那天呢，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那天哈，那个羔羊被拣选的羔羊是九点钟被带进圣殿陈列，让大家检查这个有没有这个瑕疵。到下午三点钟割喉断气，耶稣他用他自己来成就。这个逾越节羔羊不只是在那一天，而且怎么样？而且是连时辰都完全的应验，明白吗？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不对？他成就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什么是除酵节？除酵节从逾越节开始，哈，就连续三天，三天的除酵节。什么是酵啊？酵就是罪，对不对？除酵就是无罪的。一个无罪的耶稣，他无罪，他被埋在地底下，是不是？他在三天之后怎么样复活？他是一个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所以呢，耶稣呢是在他被埋，他来 fulfill 这个除酵节，他来应验，来成全了这个无酵节。三天之后他怎么样？他复活了，对不对？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啊？谁是出熟的果子啊？耶稣自己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有没有帮助？有没有他自己 来把这些完全的 成就啦？明白吗？好，所以呢，这个正月从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这整个就是这个三这一天完了以后，三天之后呢，出熟节耶稣都完全的应验了啊。然后再接下来五旬节，犹太人守不守五旬节啊？守五旬节的，五旬节当初是怎么样的？他们守五旬节，你们知道吗？五旬是什么意思？旬是什么？十天是不是？五旬是多少天？五十天。他们是怎么样呢？五十天，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当初不是犹太人从埃及从满了四百三十年，他们从埃及出来吗？对不对？啊。出来之后五十天之后，他们啊，这个到了西乃山，西乃山呢，神就是借着摩西颁发律法给他们，颁发律法。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五十天颁发律法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非常的欢喜快乐啊？啊，他们有在庆祝，你知道他们在庆祝什么？他们在拜牛犊，哎，啊，在拜牛犊。所以那天颁布律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摩西怎么样？把石板给摔破了，对不对？他非常的愤怒哈，摩西非常愤怒，把石板摔破了。然后呢，那天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死了三千人。为什么？因为那个利未支派，对不对？啊，就为神大发易怒啊，把这些拜牛犊的人全部杀掉，三千人杀掉了。啊，但是犹太人他们呢？他们还是有纪念这个五旬节，啊，但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庆祝，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是不是啊？对他们来讲，啊，但是几千年之后，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钉十字架了之后，五十天之后，啊，哎，这个什么降临啊？所以五旬节又称为什么？圣灵降临日。那圣灵降临日那天。多少人得救信主啊？三千人得救信主。哎，你发现有没有关联啊？当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死亡。当这个律法写在新板上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复活，带来的是生命，是不是？所以你们觉得这个节期跟我们有没有关啊？
啊，哎，所以你们需不需要知道啊？需要知道哈，哎，那再接下来，啊，我们现在十月，今年是十月二号，平常一般是九月多啊，今年是因为是闰月，所以那个犹太历他们多加了一个月，啊，犹太历的这个就等于是今年有十三个月的这个就是阴历的这个月历哈，那所以今年是 push 到这个十月，所以我们现今年的吹角节呢，啊，就是十月二号那天傍晚开始，啊，然后赎罪日啊，这里有十天，这当中有十天呢，叫做这个十天叫做 days of awe A W E 啊 ，awe 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像惧怕呀，啊，或者是敬畏呀，啊？哦，这个音都很像哦，哎，当你来到大峡谷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哦，有没有？哦 ，awesome 有一个英文字叫 awesome， 对不对？但这个 awe 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敬畏。犹太人他们每一年他们都有十天的啊，从吹角开始，吹角就是带领大家要开始敬畏神。悔改，悔改，啊，连续十天，然后呢，进入祝棚节，啊，那十月二号，祝棚节呢是他们的那一，就是这个等于是他们的这个七月，啊，就是说这个是一，这他们的一月到他们的七月是现在的十月，啊，就是今年的十月，然后呢，祝棚，啊，叫做 Feast of Tabernacle。啊，或者也可以叫做booth 或者这个字呢也可以叫做 tent， OK， 就是帐篷的意思，啊，帐篷。那犹太人他们知道一吹角他们就要开始怎么样，他们就要开始到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十天的时间。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哈，这十天，啊，每一年这十天你怎么悔改决定你接下来这一年，啊，你的罪有没有被赦免，啊，你到底能不能活过这一年，啊，你愿不愿意饶恕，啊，你愿不愿意为你过去所做的罪。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的，就像我们的大扫除一样，你们 在国内的时候，在台湾或怎么样，是每一年都有大扫除啊。来了美国还有没有这个习惯？不太有哈，有些人有哈，哎，对，犹太人他们一年是两个大扫除，不是一个。哎，我们中国人是除夕的时候大扫除，对不对？犹太人他们是一年两次大扫除。什么大扫除呢？逾越节的时候一个大扫除，啊，为什么？因为要除孝。除孝是怎么样？家里面所有的孝都要丢掉，啊，所有的脏的东西都要丢掉，啊，所有这些发霉会发霉的都要丢掉，都要清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到了这个赎罪日这个十天，啊啊，也要来到这里，来到神的面前审查我们自己里面的。所以一个是清理外面的环境，一个是清理我们里面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啊，虽然犹太人他们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耶稣，但是很奇妙的，神还真的蛮祝福他们的，你们知道吗？有没有相当的祝福，啊，不管是在财务啊各方面啊，这个甚至音乐啊创作啊，啊，诺贝尔奖，你们知道诺贝尔奖有多少人是犹太人呢，啊，啊，没有到一半了哈，30%多了，30% 了。他们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啊？啊，0.2%。哎，1000个人里面才2个犹太人，但他们得的诺贝尔奖是远远超过30%几啊，你对他们的财务很多都在他们的手上啊。到底是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真的很懂得这个属灵的资产，他们很懂得为他们的儿女祝福，对不对？犹太人他们从这个雅各开始哈，啊，不要讲雅各开始，他们是世世代代每一个父亲都为儿女祝福，都为儿女祝福，他们也都很想得到这个祝福，他们也很看重这个祝福。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每一年他们都有守这些节期，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期，我们明白吗？
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了，对不对？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耶稣他是那个无罪的，被埋在地底下三天，三天之后死里复活。耶稣他成全了这些，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来认罪悔改啊？当犹太人他们花十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们很容易的，我跟你讲，我们很容易说我的罪都被赦免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你知道你的罪如果你没有真的认能够被赦免吗？你们有没有真的是 刻苦铭心的跟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讲的，他说你们若是怎么样彼此什么彼此认罪，互相怎么样互相代求，他说你的疾病神要得，你要得医治的，是不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轻轻忽忽的，我说耶稣已经替我死了，我的罪都得死。你知道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我以前那时候还没有我那时候刚信主那一年，我带 我那个儿子才五岁，他每天、啊、在学校里就跟人家打架，还咬同学还咬人、啊、而且每天都拿那个红卡，然后来我就跟他讲，你再拿红卡我这天今天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啊、要拿棍子打你、啊、因为是我独生的儿子、啊、舍不得打你知道，那天我说你 再不听我要打你了，结果呢他就就我没想那天回来又拿了红卡又打架了、啊、又咬人家了，我说我今天要拿棍子打你，结果呢他说你爸爸你不要打你不要打，我说为什么不要打，他没有用的，他说没有用的，打了我也不会记得，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打得让你记得。我的儿子五岁嘴巴很伶俐的，后来回到家我真的去拿棍子，他看到我拿棍子，爸爸不要打了不要打，我说为什么不要打，他说我都记得了我都记得了，你也不用打我已经都记得了，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打你，一定要让你记得。他就开始躲，躲到厕所那个马桶后面，躲在那个角落里面那边。然后我就要去叫他出来，我要打他。他突然就讲说：“耶稣替我死了，为什么你还要打我？”你知道？所以后来我就去念神学，我去找那个答案。我真的去念了答案，那个我去念达拉斯神学院念了两年，不过后来神把我从神学院带出来。不，我是要跟你讲哦。你知道我们常很说说我们说啊，耶稣已经赦免我了，耶稣赦免我了，但问题是你有没有承认你真的犯错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认罪哈？认罪一定是说真正的认罪，我讲的是真正的认罪。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看黄色啦，或者什么被你的太太抓到了，或者是被人家抓到被人家看到了，哎呀真的运气不好，你今天说谎话被抓到了，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大人不计小人过，请你原谅我哦，下次绝对不再犯，但是你没有真的从你心里面说我下次真的不再犯，那样是不是真的认罪啊？你可以认罪再多次，那是没有果效的，那不是真的，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我跟你讲 我以前是很爱玩 game 的，我以前电脑里面手机里面很多的 game， 但我告诉你我现在手机里电脑里只有一个 game， 就是 Verse Rain。我不再浪费我一分一秒的时间，我所有的时间我如果可以我就读圣经，不然我就是学希伯来文、我把希伯来文当作是我的一个hobby、我不是因为了拿学分，我不是为了拿成绩，因为我相信、我不晓得王院长怎么说、我个人相信、神是用希伯来文来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他说 Yahi O Behi O，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相信 他的口中的话语是希伯来文，因为希伯来每个字母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很特别很特别，很有能力呀！我等一下最后我会用希伯来为你们做祝福、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生命，真的，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懂得数算你的生命，你是没有智慧的人， Amen？ 你不要觉得你还有十几二十年或者二三十年， No， 不知道的，我告诉你耶稣从他开始传道到他被钉十字架多少时间啊？从他开始传道3年半，你们当中信主的超过3年半的请举手呀、yeah. 你们知道你们信主已经时间已经超过了彼得门徒他们跟随耶稣的时间了，你们知道吗？你们还需要再被装备多久啊？啊，
你一直觉得说你自己不够不够，是不是啊？十二个人，还有一个还自杀了哈，他们可以翻转全世界。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阿门。恩典很少。哎，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小朋友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去给那个戴冕恩发预言。戴冕恩，你们听过这个人吗 ？David Damian， 他现在是做这个回家运动的一个很，就是整个推动这个回家运动的。这个孩子有一天，这个他们去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孩子看到戴冕恩，就给他祷告，就说：“神要我告诉你。”一个七岁的孩子跟戴冕恩讲，他说：“你相信仇敌的谎言，远超过你相信神的大能。”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我们要悔改。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那是仇敌的谎言。你如果真的相信你，我觉得神一定会大用你的。但是往往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害怕，我们觉得说我听不清楚、啊。我，你们觉不觉得你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啊？觉得可以的，请举手。OK。你们必须要听到神的声音，为什么？因为神说，耶稣说什么？我的羊怎么样？听见，呀，听见我的声音，他能够认得我的声音。但我们常常，我们都是听到仇敌的声音，我们不会分辨。仇敌的声音是说：“你是谁啊？你算老几啊？你凭什么？”会不会这样啊？那你相信谁的声音啊？我今天要来告诉你们的是这个。祝棚节特别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祝棚节的，明天是祝棚节最后一天，礼拜一就是祝棚节的第八天，祝棚节到底是七天还是八天？圣经上讲说祝棚节你们要欢庆七天，然后第八天是严肃会，第八天是最大日，是祝棚节的最大日，我不知道。王院长怎么教你们？但是呢，我个人相信哈，对不起，这是我个人相信哈，我相信耶稣是在祝棚节第一天出生的，不是在12月25号，为什么呢？有很多圣经的证据，我今天不多讲，但基本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有讲说，他道成的肉身怎么样，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有没有？那个住那个字哈，就是住棚 ，tabernacle。那个字的希腊文那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sekunu， 但是那个字呢用的是 suko， 就是事实上就 suko 那个字，而 suko 这个字就是 tabernacle， tabernacle 就是棚，就是神的那个帐幕，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有没有？那个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哈，他有讲。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那个帐幕那个字就是 Sukeno， 也就是 Sukkot， 所以呢，你要讲这句话说，他是道成的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棚在我们中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也给你一个 hint， 耶稣是在住棚节出生的。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子。事实上，你如果真的要去查耶稣到底哪一天出生的，你怎么查？有没有证据？圣经上有没有证据？我给你们一个 hint 哈，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里面呢，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人叫做撒加利亚，对不对 ？Zechariah 啊，撒加利亚，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伊丽莎伯，对不对？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叫约翰啊。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撒加利亚是哪一个支派的哪一个门派里面的人呢？你们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路加福音 我现在 就照查一下给你看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他是在亚比亚第五节，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这个班里面有一个祭司亚比亚，那你就要去查亚比亚是谁啊。你去查的话，你就发现大卫那时候他设立了24个班次，24个班次要进入圣殿，
然后你就去查亚比亚这个班是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圣殿啊？大概就在五六月的时候，啊，在五六月的时候，然后呢，五六月的时候呢，他进去，然后出来，然后呢，他的后来他太太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隐藏了五个月，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呢，谁怀孕呢？玛利亚怀孕了，啊，那你就可以算得出来，玛利亚大概在十二月的时候怀孕的，她是怀孕在十二月，但她出生在什么时候呢？出生在祝棚节。为什么出生在祝棚节呢？第一天他出生了，第八天神，啊，就借着第八天他要进去受割礼，对不对？圣经上讲男婴要第八天受割礼，他 进去、啊哎，然后呢后来，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到第八章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呢，在这个节期最大之日，啊，他就站出来讲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这个，所以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所以呢，这个是 有几种方法你们可以去查证的哈，你们自己可以再去查看，啊，但基本上耶稣他自己呢也 fulfilled 这个祝棚节，耶稣他自己，啊，那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呢？因为呢我们要天天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不是只有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你们要想一件事哈，神要犹太人来庆祝祝棚节，庆祝他们在祝棚住了多少久时间呢？犹太人，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多少时间？四十年，这个旷野的生活，他们要纪念什么？他们有没有发怨言？他们有没有惹神的愤怒？结果多少人能够从这个旷野走出来，进到这个神的应许的迦美之地？只有两个人 ，out of 多少人呢？60万人哦，60万人只有几个人进入啊？只有两个人，这个是值得庆祝的事吗？他们到底要庆祝什么？哦，你说他们有水喝，有玛纳可以吃，啊，庆祝神的同在。我告诉你，他们要喝那个水，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水给他们的？啊，他们要把摩西打死，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把他们说，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你是要把我们害死吗？你看看，我们都要渴死了。所以他那个后来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加迪斯巴尼亚，啊，那个叫争闹的意思，就是审判。那个字其实原文是审判的意思，什么意思？他们要审判摩西，他们真正在审判摩西吗？他们在审判上帝，他们在审判上帝。所以后来呢，神就跟他讲说，你叫他们 你在他们的面前，你在长老面前，你用你的杖你击打那个磐石。但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他讲说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耶和华使者站在那个磐石上，那个击打磐石事实上是击打耶和华的使者，是耶稣他自己被击打。所以你知道连那个出水哈，都是在他们的那种抱怨怨恨在那边审判的那种情况之下那个水出来的。但是神要他们庆祝祝棚节，圣经里面这七个节日哈，唯一叫他们大家要庆祝的是只有祝棚节。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呢那天是耶稣的生日，第一天是他的生日，第八天是他受割礼，他要进去，第八天也很有意思啊。圣经上讲说，如果你们是有钱的人，你们要带什么？带羊。当你的孩子要行割礼的时候，你要把这孩子献给神的时候，啊，你要带一只羊进去。没有钱的要带什么？带斑鸠，对不对？带乳鸽，啊，哎，结果呢圣经上说玛利亚约瑟他们带了什么？他们带了斑鸠进去。他们有没有带羊？没有带羊。我告诉你，他们其实他们带了羊，带了耶稣。阿们呀，行割礼要不要流血啊？耶稣的第一滴血在祝棚节流的。但是呢他还要再 fulfill， 这个只是 partially fulfill。 事实上呢 你们可以这样子看啊，逾越节呢，啊，是我们这个我们被称义，啊，你可以说我们是称义的，因为他
因他的这个十字架、啊、让我们可以被称义，然后呢除孝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被成圣，因为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 无罪的人，对不对？不是只有耶稣是无罪的，我们也要成为无罪的人。阿们。到了出熟呢是得荣耀，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得荣耀，我们将来要跟他一起复活。阿们。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啊、将来我们都要有改变的时候，都有改变的时候。阿们。然后呢五旬节是圣灵充满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吹角节哈，圣经上讲我们什么时候被提啊、末次什么号筒吹响，有没有？我们都要改变。哇，那 你兴不兴奋啊？吹角节啊，这个还没有应验啊，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但我是个人相信哈、应该是在吹角节的那一天。圣经上讲到末次号筒吹响，圣经上讲到什么七印七号，然后呢七晚，对不对？所以末次号筒到底讲的是那个七号的最后一号，还是那个吹角节那天？吹角节那天他们会吹一百响的号，最后一个号声是拉长的号声、啊、不知道是哪一个，也许这两个是同一个，也很可能是同一个、啊、圣经上 我们教会，如果你们有去过牧主先锋教会，我们的墙上写的是、啊、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在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啊、讲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啊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响的时候，他说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阿们、啊、那都是我们耶稣来了被提的时候了、啊、但是呢这是我们基督徒被提，对不对？然后呢赎罪日、啊、十天之后呢，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也会被提、啊、这个也是圣经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你们可以去看哈，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好特别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觉得这个这些节已经被废掉了哈。我们今天说我们进入恩典时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哈。有一个节日，圣经上是讲是说全世界的人都要守的，而且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是千禧年的时候呢？因为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他讲说，当列国来攻打耶路撒冷，有没有？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那个时候神要出现，然后呢他们要被打败，他们要被 击杀，他们要被打败，然后呢那些剩余的那些人呢，他们要每一年要到耶路撒冷来守祝棚节。你们查查看有没有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好，你们回去慢慢看、哎、他讲说你们每一年都要上来守，如果你们不上来守祝棚节，列国如果不上来守住棚节，神要怎么样来惩治他们呢？不给他下雨，就不给他下雨了。加州几年没下雨了，很缺雨，是不是？啊呀，这都在神的手中，你知道吗？啊，目前到现在为止，加拿大、美国都还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很快了，很快的，这个一下子一转，啊，联合国啊、NATO 所有的都会反对犹太人。到时候美国非得被逼的、啊、或者换个总统，一下子现在加拿大已经换了一个新总统了、啊、他已经是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以色列了、啊、那现在美国再换一个，哎，不知道这个圣经的预言就快应验了，是不是？阿们。对，都在神的手里、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祝棚节最后是什么呢？祝棚节就是耶稣的加冕、啊、加冕典礼，他要来做王了、啊、耶稣要来做王了，千禧年开始，不只是他的加冕典礼，也是我们的婚礼，我们每一位、啊、那时候我们都要穿上白衣，都要穿上白衣，穿上圣洁的白衣，这圣洁的白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在启示录啊，
19、18章、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啊、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阿们。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节期里面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在犹太历的哪一年呢？5777，有没有很特别？就是这个10月2号开始，这个十月二号开始哈 ，Rosh Hashanah 就是他们的犹太新年，是犹太人的哪一年？5777，这是第七十个叫做 Jubilee， 就是禧年。第七十个禧年就是从这个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地开始算，第七十个禧年。很特别啊，今年这个这一年会有好多事情发生。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啊？是不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是1948年对不对五月啊他们复国，到现在这个5777年，到这个明年的这个就是刚好满70年，要满70年呀，神要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啊呀。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对这个 sign 哈，天上的这些有兴趣的人，你们也可以去查查看哈。启示录十二章是讲到什么？天上要出现什么？天上要出现异象有没有？讲到说有一个妇人头上有什么？头上有12颗星啊，他要身穿日头，脚踏月亮，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sign？你们如果去查哈，这个 sign 会在5777年的9月23号，就是吹角节那天，会在天上会出现。啊，我研究这个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啊，但是我一直都不敢讲，为什么？这神的时间，神的作为。但最近现在网络上已经开始有人在谈这个事情，这个 sign 是在天上的。你们听过这个四个红月吗？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四个红月 ？Full Blood Moon 啊，血月，对不对？啊，从第一个血月开始出现啊，哪一年啊？大家记不记得？2014年的4月，从2014年的4月哈、啊，到这个2017年的9月哈、啊，刚好3年半啊。所以很多事情，你们真的要去警醒度日。圣经上讲说 ，be watchful， be watchful。我并没有讲说啊，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一年，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上讲说，你要能够知道神做事的时间，神做事有定时的，你知道吗？有定时的，啊，哎，所以你们要好好预备自己，随时，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你们不用害怕，不用害怕，这是你们荣耀的盼望，阿门。因为今天你们是，我知道你们都是爱主的，好，我今天跟你们讲很多东西，我不可能是在主日信息上面去讲的，因为弟兄姐妹他们没有预备好，但我知道你们是预备的，你们是爱主的，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时间节期，整个美国真的要变天了，整个世界啊，那犹太人会被很大的逼迫 ，ISIS 这些东西，但是我是要告诉你们，不用害怕，耶稣，不管美国选的总统是谁。耶稣他要来做王，阿们。好，真正的掌管美国的不是政府，是教会。真正你们的祷告才是掌管整个美国、整个世界的。你们要来祷告，耶稣，你快来！这是我们最后的身份，我们最后的身份哈，我们也不是仆人哈，也不是只是朋友啊，也不是只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怎么知道？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那里讲到说，他说圣灵和心腹有没有都说来，主我愿你来，愿你快来。圣经上讲到我们最终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你一定要常常保持跟神的一个密切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跟神讲说，神啊，真的让我眼目不再看这个世界这些东西，让我眼目单单的看你，注视你，让我常常能够悔改，悔改，真正的悔改，
我一定要穿上那个洁白的细麻衣。我跟你讲，你要穿上细麻衣，你不可能在你的旧衣服的上面再去披上一个细麻衣的，明白吗？你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要在吹角之后有一个十天的这样的一个赎罪日？基督徒太轻忽这个了，我们太不讲悔改了。我们只是轻轻忽忽的说，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但你真的能够认罪吗？你真的愿意像你知道神真的光照我？有一次我讲话得罪了一个同工，然后我知道他不高兴，后来我就跟他道歉了，我跟他道歉了，然后他说，哎，没事了，没事了，没关系了，这样。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特会，然后那天特会前，然后我在祷告，我禁食祷告，然后我就是准备预备心要参加这个特会，突然圣灵就感动我，就是说，他说你去把那个教会的名单拿出来，那个同工的名单拿出来，他说你现在我感动你，你就去跟谁道歉，这样。我说哇，要道歉这么多人啊，他给我勾了很多名字。我说哎，对，这个都道歉过了，道歉过了。神跟我讲说不是，他说你那个道歉不是真的，你这次你要去跟他讲，你说圣灵感动我。后来我去找那个一个姐妹，我跟她讲，我说我要来跟你道歉。她说什么事儿？我说上一次我讲了什么什么话，让你不高兴，我要来跟你道歉。她说你不是道歉过了吗？我说不是，圣灵光照我，不是我说的话，是我里面对你的轻看，因为我的骄傲让你受伤。圣灵光照我，我没有真正的我对你的那个那次的道歉，你没有真正的接受。那神已经很深的光照我，然后我要为我自己的骄傲来向你认罪悔改，请你原谅我。结果我讲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哭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谢谢你。他说你上次虽然那样跟我认错，然后我也说没有关系了，我原谅你了。他说但是我的心里面我已经有一个内在誓言，我说我绝对不会再跟你同工了。他说谢谢你。他说你这次来跟我真的来这样来跟我祷告，他说我的心被感动，我也觉得圣灵在我里面也做工呀，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内在誓言，我就是说我等于就是要把你跟你断绝一个关系，跟你就不再有那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了。你知道我们人当中，我们人与人当中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过犯，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我们真的不是轻轻忽忽的说平安平安，轻轻忽忽的说医治得医治，没有没有没有医治，没有平安。如果你如果有人冒犯了你，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59章那里，59章应该是第五节那里讲说，他说你们夫报蛇蛋，你们抱蛇蛋，你们编蜘蛛网。他说你们再怎么样的禁食祷告，他说都没有用的。神说你们天天的查经，你们读经，你们守圣日，你们怎么样，他说这都没有用的。他说你们抱蛇的蛋。后来我听了一个牧师他讲，他说什么叫做抱蛇蛋，就是当你被冒犯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讲话冒犯到你的时候，你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开始在那边一直思想，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他瞧不起我，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当你有这样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在抱蛇蛋。那个蛇孵出来是什么样的蛇？是毒蛇，是毒蛇，你就会被咬，你就会中毒，你里面就生出这个毒根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 你真的要你要清扫，不是只有清扫外面的，你要清扫你里面的。你要常常去想，我里面到底还抱了什么蛇的蛋，有谁还冒犯我，是我还没有真的去原谅的。如果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已经不像从前，我本来跟这个人可能蛮熟的，蛮好的，很热络的，但是有一次他讲了一个什么话让我很不高兴之后，我就开始跟他疏离了。我告诉你，你等于就是把他剁掉了一样，就是把他说你，我希望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有一次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在 我们这个同工，我们在那里在为那个我们在为这个美国的堕胎的法案，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悔改，结果带别人来到我们当中，
他听到我们在祷告，他说停停停停停，他说你们在祷告什么？我说我们在为美国的堕胎啊这些法案在祷告。他说你们还不 ready， 你们还不 ready。 我说为什么？江牧师就问他为什么我们还不 ready。 他说你们自己中间都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们都在把彼此都堕掉了，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你们这个关系上没有完全的和好，你们哪有权柄去为这种堕胎的事情祷告？你们自己里面都已经站在这个仇敌的这个 ground 里面了，你们自己在那边孵爆这个蛇的蛋，你们在那边编织这个蜘蛛网，你们里面没有清洁，没有干净，你们没有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这些都没有用的，你们做的那都只是外表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你们一定要彻彻底底把里面的污秽要丢掉，该原谅的去原谅。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对不对？我们的日子你不要去夸口我明年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 no， 都不知道的。你今天你该悔改的就去悔改，该去和好的就去和好，该去感谢的就去感谢，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了。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请你们原谅如果我讲的太直太冲，但我真的是因为知道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你们每一个人出去你们讲的话，你们是代表耶稣，你们是代表天父，你们要常常住在他的怀里，仰望耶稣，仰望天父，每一句话都要带着恩慈，带着鼓励，带着正面，带着生命，带着亮光，叫人活过来。不要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是污秽的，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污秽了人。所以我今天要用那个大祭司的祷告，民数记里面大祭司的祷告，让阿巴父的脸光常常来照你们。好，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就像领受礼物一样，你们把脸扬起来。啊，耶和华是叫我们扬起头来的神。我会先用希伯来文，然后就用国语来为你们祝福。Ibarechecha Adonai Vishmalecha Isa Adonai Pelelecha Vihunecha Yae Adonai Pelelecha Visenlecha Shalom。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